鲸鱼报恩。根据大陆新闻信息报报道，2004年3月8日，大约早上7点左右，浙江平阳县南脊镇马祖坳村，36岁的党支部书记杨志选正划着小渔船到海里捕鱼。突然，远处快速游过来了几条大鱼。啊，那是什么呢？他们游近了一些，杨志选才看清楚，原来是鲸鱼，一共是5大2小，总共7只鲸鱼啊！天啊，好多鲸鱼啊！7只，真难得看到这么多鲸鱼。就在杨志选欣赏着这7只鲸鱼的游姿时，突然其中领航的鲸鱼向岸滩冲过来了。啊，他们这是要做什么？几秒钟后，领航鲸鱼全身已经浮在了浅海滩上，海水只能浸泡住它下半个身体。这时正是涨潮的时候，一个大浪打过来，领航鲸鱼又被海水淹没了，退回到了较深一些的水域。没想到领航鲸又卯足了劲向浅海滩冲了过来。这一次冲击，它距海岸更近，被搁浅在浅海里了，进退不得。领航鲸搁浅后，另外6条鲸鱼也前仆后继地往浅海滩冲。领航鲸鱼冲向海滩，海水只淹没它下半身。一个浪打过来，领航鲸又向前一步。这次他彻底搁浅了，其余的6头鲸鱼也前仆后继地冲了过来，6条鲸鱼一起搁浅在海滩上。他们这是想集体自杀啊！这7只鲸鱼在海滩上搁浅后，如果不能及时营救的话，那肯定会死的。为了营救这7只搁浅的鲸鱼，杨志选立刻打求助电话到了当地武警边防派出所。喂，武警边防派出所吗？在海边有7只鲸鱼搁浅了，情况很危急，请您们快点派人过来协助帮忙。不久，海边就聚集了200多名公安武警、保护区工作人员及村民。依我看，大家就用大渔船一字排开横在鲸鱼面前，然后开启马达，让轰鸣的马达迫使他们退回深海。嗯，有道理。在杨志选的建议下，4艘大渔船马达轰鸣，一字排开横在了鲸鱼的面前。于是鲸鱼们都退回到了较深的水域里。看来这个办法很有效。可是几分钟后，那头领航鲸鱼用力摆了摆尾巴，带着部下又向海岸线冲上来。啊，他们怎么又冲上来了呢？海水开始退潮了，如果他们再回不到深海，那就糟了。大家都过来集合，没有时间了，我们齐心协力把他们推回海里。在这非常时刻，杨志选只能选用最笨的办法了。他集合多人之力，硬是把这7条鲸鱼推送到了大海。1、2、3，加油！1、2、3，加油！真累啊！终于成功了。事情到此就算圆满结束了。有一天，杨志选正在大沙滩上作业的时候，突然看见7条鲸鱼从海水里浮了上来。这不是那次搁浅的那7条鲸鱼吗？他们这是来为我表演的。过去就听说鲸鱼的记性很好，这些鲸鱼一定是前来感谢救命之恩的。鲸鱼确实是一种记恩的动物，
有一次，一个小孩在沙滩上玩耍，不慎被海浪卷进了大海。正在这里游玩的一只小鲸鱼立即驮扶起小孩，把他送回到了岸边。人间果然处处有温情，即使是动物也懂得知恩图报，这一点我们人类真应该好好向他们学习的。Amida Phật.